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胜。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 我们今天六个人要来一起开会机。Hello， 大家好，我是乌西。大家好，我是四北。好了，就乌西猫。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短短。早安呢，早安呢。今天我们六个人又看到五星，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玩模组。今天呢，玩的是什么组？我们今天要让前面这一台超级超级巨大的飞机。不是他，阿神来开，阿神来开，在哪里？还记得在前阵子不久之前，大概半个月年前的半个月年前半个月前的半个月年前半个月前的时候，我们曾经举办过 YouTuber 赛车杯一二三季的，对不对？还记得我跟悟星还有团团是 YouTuber 赛车杯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找到也是交通工具，但是这个交通工具不在地上跑，不在水里游，是在天上飞。我们今天呢玩的不是之前那个 YouTuber 做的那个模组，是另外一个拟真上的模组。这个模组呢，悟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叫做交通工具模拟器，听到模拟器就是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模组呢。还蛮拟真像，哎、欸，所谓拟真像是真的拟真像。混蛋！悟星自己很喜欢玩一个模拟的游戏，叫做什么 ？Euro Truck Simulator， 模拟的车、不是那个啦，大车模拟器。在这个模里面呢，也有车的模拟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 Bob 会喜欢卡车啊，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玩灰机，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灰机，好了，因为这个是拟真的灰机啊，我真的是不要在台湾国语，拟真的飞机，所以啊，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需要学的，大家可以按一下你们的哪一个键来着的 U 吗 ？P 哦，是不是 P 键？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面板。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 aircraft 就是空中的飞行器，然后下面是 car 是地上跑的，然后左边这个半边呢、它是用键盘，右边这半边是它支援摇杆，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复杂了。我们按一下左上角，因为我们是在天上飞的飞机嘛，然后我们要用键盘，然后点进去呢，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按键。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把这个按键叫出来，然后教悟星爸爸，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他的孩子了，好不好？听他的操作。他会坠机，好吗？好好，那乌星宝宝，我们是新手，就是连驾照都还没有考、可不可以先来个新手可以开的飞机啊？好啊，来开个教练机、对，左上角这个，哦，好多种颜色哦，这都一样吗、都一样，那就个人拿一排就好了。好，它叫做 MC172， 那我拿红一点的好，这一排挑个这些零件都要吗？哎，对，就一排，就是最关键的零件。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零件是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是灰机嘛，对不对？灰机，因为这个模组的交通工具都要自己组装，好麻烦哦。好，那我们的飞机要停在哪里才会比较好一点点？来，我跟你们讲，因为飞机放下去说跟你成90度，所以你先看好你要往哪个地方起飞啊。你好专业。成90度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看着那个，比如说我要往这个地方起飞，那我就往这个地方放。太复杂了吧？理解了。它没有轮胎耶，这个就是哇，直接对撞，你们干嘛在讲话？好，我们都切创造了，这样子轮胎就够了。我想说，一个轮胎叫什么起飞？哇，飞机放好之后，你手拿轮胎，它就会告诉你要放哪了。哦，所以我可以先找自己喜欢的地方放了吗？对，大家可以先建立好自己的飞机棚。我想要在这里，嘿，哎，谁？我的、好，接下来要做什么？就拿轮胎对着它点右键，它就会自己放好了。好酷哦！它会进食啊！好上去了哦！哎呀，好猛哦！最多要装三个哦，它才站得起来。好了，可以，我觉得这可以。来接第三个来装引擎，那今天用的是创造模式引擎啊。它的尾翼还可以站上去啊！对，你可以站在上面。好酷啊，做得很精致。下一个是引擎，是不是？没有错。那这引擎装上去了，创造模式就不需要加油了。哦，所以一般的是需要加油的。对，需要加油。可以玩个不加油。看到有人开到一半坠机吗？好哦。那下一个，它除了引擎之外，你还有螺旋桨，对不对？啊，是螺旋桨式的飞机。对，装在它前面。好复古哦。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轻航机啊。座椅啦，座椅随便放。随便放的意思是说可以放在自己喜欢的位置，还是前面的两个就好了，后面那个是驾驶座，不，后面是乘客座了。可以放三个啊！对，我好萌哦，都放。可以染色吗？我要试试看。
颜色在哪里啊？染色的剂啊，你直接从创造模式看就有了，它那个座椅都有颜色。创造模式有爱，好多选择。哇，我已经装上去了，没关系，第一辆就先这样子吧。MC172，这个是我们的新手教学机，那我们要坐上去喽。等一下，今天开始之前，对，在今天开始之前啊，爆本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在那看谁今天会先坠机，好不好？来，各位不要急，你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还有什么？开飞机要仪表板呐、哦，我以为是要保险，先买一下哦。仪表板怎么用？来，拿起你的扳手，我的都是黑的、欸嗯，然后嘞，然后对着引擎前面就是螺旋桨的位置，去比较右键。吼，我们加右键哦、啊，你可以自己塞你想要的控制板。哇，看不懂，大大看不懂，这是什么？那最重要的是第一排的第一个、第四个跟第二排的第四个。第一排，这是什么新手教学吗？哦，看起来第一个有点像是这个像是什么？这个像是水平仪，对不对？对，看你水平位置。然后第一排的第四个上面写 speed 速度 ，OK， 速度放在这里，好酷，好酷啊！哇、嗯，然后还有多少、嗯？第二排的第四个吗？四个，这是升力，很重要哦，提升升力的东西、哦，看升力的东西，对，就是、往上升就坠机啦。嗯哼，那下面三个要装什么？下面三个的话就随便自己选啦，看你喜欢。我们来看个油好不好？所以我们油不会减少。好啊，然后来看个哦，引擎温度，你可以放指南针啊。指南针、哦，第一排第三个，哦，好酷啊、哦！欸、真的好像真的仪表板啊！哪一个是羽毛？刚刚讲的温度是哪一个啊？哦 ，OU temperature， 哦 ，engine temperature， 啊，才会爆炸。所以这个模组会过热吗？哦，如果你引擎转速太高，有可能。哇，你真的吗？完蛋了！好，我们都装好了啊！保险要去哪里买？保险吧，那个请观众帮你买。我们帮我买个保险好不好？收音员记得听我妈。好了吗？好了，我们就上飞机了，是不是？对，点右键就可以上去了。哦、好酷，好酷，好酷！哇、哦，可以用 M5 吗？有啊、欸，有，可以在第三人称、哦，然后第三人称你按 page down。Page down, down. 哦缩小，哇，好远！可以拉视角，哦，好棒！视角调很远吗？我决定要调成超远、哦，超远、欸，我调32最远，这样好棒哦！这样子好了，好酷，好酷。OK， 好，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教练？啊，接下来要开始教怎么控制飞机了。好，哇，来，首先你两只手都要放在键盘上、嗯，你不能用滑鼠。哦、okay, 左手放在 WASD 是、okay. 右手放在 IKJL OK IKJL OK 早上在玩一个人玩小朋友骑塔桥那你 WASD 可以按一按你就会发现不会动、哦、有啊有在动、那個、第三人称看就看到了他的那个右边那个表板他那个有包没有看见吗前面那个地方我给你们看转哦看见吗近一点看近一点看会动哎、欸，而且 好酷、哦、滑顺哦，很滑顺哎、欸。对 ，A 跟 D 是翻转 哦，翻转的时候要注意升力，不然会坠机、哦。翻转是在空中翻转，所以在地面上是没有用的吗？对。Okay, 那在地面上要转弯的话呢，可以用 J 跟 L。J 跟 L 地面上转弯，地面上、哦、它的尾翼，帮我们看见了吗？你看、尾巴，对，像船的尾翼，那在地面上会比较有用。那 I 跟 K 是什么、啊、？I 跟 K 是引擎的速度控制。没有用啊，它不会往前、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动引擎。哦，对，然后引擎哦，啊，再教一个东西 ，Y 跟 H，Y 跟 H，Y 跟 H， 对，这是固定式的那个、哦、比较里面的，对，哦、放开它不会回来，对，它是固定式、哦。那这个东西是增加你升力的，但是速度也会变慢一点点。了解，这个就是减速或者是提升阻力或是升力的东西。对，好多东西要自己。OK， 好，真的超多东西。我们怎么转开引擎？好，我想转开引擎的话，按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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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先讲了20个按键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键？那先讲左边那一排，左边那一排是灯光。灯灯会打开哦。没有啊？哪里？啊？哦，有啊。有开有开有哎、欸、有、欸、哇！不知道我跟你讲，上面那两个是那个闪灯哦哦，闪灯有哦，对，你说绿色跟红色那个，哎呀，会啪啪啪闪的那个，
对啊，你们上面的那个玻璃是这样子用的。对，我没有看见吗？提醒你不要撞上来啊！好猛啊！好，接下来要发动引擎喽，按下 MAG， MAG 主开关 ，Magma 对不对？对， okay， 然后 Start 启动。哇！有人往前走了，有人往前走了，没有吹引擎哎，没有雷，没有雷。然后呢，就按下 I 就是加速引擎，加速，加速，对，加速，速度要够快才可以升起飞哦。哇，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等一下，我转个，我转个，等一下，外面被震动，怎么起飞？按 S 往上拉吗？对， S 拉一下就可以往上起飞了。拉，哦，起飞了，快一点，胜利，胜利，提升胜利。哦，来来来来，飞起来。我怎么好像不够？我怎么好像？等一下，我好像升不起来。有人要倒了吗？要坠机了吗？我要去找你们，我要去找你们。等等等等，是不是升力不够的时候不能够转弯啊？对你转弯会升不起来，你转弯再按 S 会下，会掉下去。哇！哎，有人坠机了！哎，有人要坠机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往上拉！哇！啊！你讲，你要增加一点升力的话，可以 H。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了！哇！稍微增加一点 H 可以增加生命。飞机爆掉了，我的翅膀，我的翅膀是因为太短了，所以很难转吗？哎，转之前的话建议拉一下，因为转弯的时候会往下掉。哎，真的，拉坏了。对，请你们看电影啊，这个等一下，等一下了。战斗机翻滚不是都往下吗？对啊。你们人在哪？我看到羽毛了，羽毛在飞吗？羽毛你怎么自己在飞啦？哇，很厉害哦！我没有胜利了，我胜利也没了，我胜利也没了，我上了，我上了，我上了，我起来了，一个轮胎，一个轮胎没死，坠毁了！哇，你们都坠毁了，我还没，我还在，我还在。跑男在哪里啊？我要尝试降落，怎么降落？怎么自己是哪里？降落要降低你引擎速度，降低我的引擎速度，对，表演。然后尽量保持水平低角度。我在尝试绕回去找你们。水平，往你推。等一下，怎么失控？怎么失控？等一下，没事没事。好，就是减低速度的情况下维持胜利啊。维持胜利，维持胜利要把这个往下搬，然后 H 往上拉一点。OK OK， 再快一点。搭飞机啊！搭搭搭！喂，怎么刹车？怎么刹车 ？B 按 B 刹车，刹车。我要下来了，我的我要降落了，我要降落了，我成功了！天哪！哇！你哪来这么快？好酷啊！来，我来带羽毛飞，带羽毛飞，我也带羽毛飞。所以今天刚刚六个人上去，小白没有飞起来，是不是？我的成功飞起来，但是还是抓不太稳。什么东西？我的有飞起来，然后嘞，降落了吗？要下来了，用坠的算吗？所以今天六个人，只有我跟团团成功的获奖。教练，你刚刚也说，我还在啊，鹿也还在，鹿也在。对，我要降落了。团跟鹿，我们三个人成功的降落了。鹿也降落了吗？哎，我还是飞要降落了，现在降落了。我来看一下鹿 TP， 我来去找你们。鹿来了，顺利完成，完美哇！鹿降落好美哦！哇，鹿降落的好美哦！在哪里呀？哦，看到了，尾拜哦，超漂亮的！可是我要怎么停下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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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刹车，鹿快刹车啊！有了，哦，碾过去，差点撞到防撞杆，差一点点，跑到了尾端。哎，欸，鹿那个引擎要狂跳，鹿引擎要狂跳，哎，欸，飞机会往前哦，吸我，哎，我又要再翻一次喽，吸我，吸我，怎么关？哎，关了吗？有，哦，有有呀，劫机劫机，劫机啊，有人要来劫机啊，紧张的上去关掉，好，我们尝试看看大家一起飞一个方向好不好？因为刚刚大家都各飞各的，就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那我在这个跑道的起点放吧。白痴，我小飞机撞大飞机。
好，所以大家刚刚都已经听过刚刚坠机教练的话了，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大家一起飞，我们前面有个领头羊要跟着谁走啊？等一下大家就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好不好？我觉得好啊，最不错。那就由开头顺序这样子可以吗？所以我先来啊，坠机的话就在跟前面那个，好吗？对。坠机的话这样子好了，坠机的话你们就TP 过去到那个人，然后再坐到他们的椅子上，这样子好。好啊 ，OK， 好 ，OK， 好，那大家就把你们的可爱的小飞机叫出来，来啊，哎、欸，怎么叫的？哎、欸，错方向了，哎、欸，怎么敲掉 ？Shift 加左键，坐上你们的飞机。等一下的顺序是我悟星，然后嘞，我有点忘记了。哇，是我。OK， 小白，然后哇，羽毛，再来团团路 ，OK 吗？对，那我们朝着城市的方向前进。那好，好，我先打开我的闪灯，闪灯都有了，之后开启大家的引擎，引擎 on， on， OK， on， 然后之后我先走哦。好， okay， 好，来，祝一路顺风，没问题。Check， 哇 ，Let's go。OK， 我已经忘记了加速是哪一个。OK， 好，来，要先拉十分，先拉十分，跟进哦，跟进哦。好 ，OK， 速度有了，速度有了。好，我准备加速中，步行也加速了哈。OK， 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哇，步行快，在加速中。好，加速中，快到加速加速。后面很可爱吗？加速中，小白快 Go。好了，我起飞了！小白，小白，我身体提升，可以，我要起飞，我要起飞了！小白，快！我的手机快挂了！我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有人超超插队，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一切正常 ，OK 吗？可以，我要左转了，这个地方转进去。OK， 等一下，身体提升，等一下，是我看不到阿斯顿。怎么办？小蛙提高了，太着急了，太快了 ，Mayday， Mayday， 阿斯在哪？阿斯要坠毁了，我操，阿斯太快了，拉不起来，拉不起来，阿斯你仰角太高了，哎，哇 ，Mayday， 哎，第二个 Mayday。阿水在哪？我在一起。你坐我的飞机好不好？好，我坐你的飞机。等一下，我现在小白的，我是小白的飞机。小白，你等一下。我在尽量。我们要沿着铁路走吗？还是我也要醉了？跟着我走。要怎么走啊？我的视角。我的机会。你没有看到我吗？我没看到，我看到了，我也醉了，我的飞机坠毁了，我一个人团，三个人坠毁了吗？我也醉了，三个人坠毁了，拉起来，团，等一下，等我一下，团，团，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我在后面，我在后面，哇，你们又在工作，不行啦，这么多人坠毁。哇！那幸存者剩下谁？剩下悟星跟团团。那你们两个尝试看看降落好了。好，我现在在传输。对，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飞好了，因为在前面那个。OK， 那我飞回去机场。好，我也想办法飞回去机场。团团加油！团团可以来一个360度吗？好，来喽！360度。三二一！哇，中了！太棒了！我发现他那个有延迟哎，你不能压太过头，不然会拉不回来。好，我回去吧。我们换另外一种飞机，今天有四种不一样的飞机可以给大家用。好，那我们就换另外一种飞机，然后尝试在不一样的地方好了。好，我们刚刚已经做好了我们的新手训练了，我觉得我们表现得非常没人性，很棒。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开客机了吧？好哦。哇哦，客机是哪一个？
哎，右下角最大台，最大台，我先帮大家 clear 你们的包包好了，先不要拿哦。好 ，clear 来哦，好的东西，好来。那我想开白色的，不，黑色旋风。哦 ，Black Hot Dog 绿色，绿色是什么？绿光照顶机。好，那我们这一次一起飞好了，好不好？那一样在跑道吧。刚刚那个地方感觉不错，这里，跟着我飞，跟着我飞，看到了另外一头。对，我发现它的地面的时速没有办法太快，不行。嗯，好，来，哎，这样子，哇，好大台，很大一台哦，大家就是稍微闪一下。对，我们一起飞好了，好不好？哇，这个叫做 Wolf， Wolf Vanox， 听起来好酷，过不去。战机连队，好帅哦！哦，它需要两颗引擎哎。双引擎，然后座位超好，我崩溃了，不要崩溃吧，我崇敬，我崇敬，这个不需要螺旋桨吧？要吧？要，哎要 ，OK， 一颗轮子，两颗轮子，好拟真哦，嗯，棒啊，它可以坐六个人，有了，哇 ，OK， 哦，这样我们等下通通摔机的话，可以坐一台，对。通通装进去，通通装进去，慢慢装，好酷哦！它仪表板好复杂，好美哦，好美哦，好多功能哦。然后仪表板是要朝好多哦，它可以全装嘞，这就真的是大科技，你这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那我就要什么东西都装上去哦，免费 WiFi， 这样看起来比较专业，对不对？虽然自己都看不懂那到底是什么。真的，飞机有多大的？装，装都装，看起来很酷。好 ，OK。我记得它有些飞机是可以两个人控制的，两个人控制，正副驾驶，好酷哦！都坐前面就行了。这个不能够装在这里，这样来，不行，你看我。对啊，这翅膀可以踩呢。好长哦，变成一座桥了。哇，里面的仪表板东西也太多吧。对啊，好恶心哦！剩下十边藏好的。好哦，这是一个跑酷嘞。好了吧，各位的飞机都坐好了哈。哇，好帅哦，好大哦，这一字牌可以好美哦。好了好了好了，那这一次大家一起飞。好，好，坐到后座了。哇，这个前座。OK， 好，好了吗，各位？哎，打开你们的我看一下啊，打开你们的仪表板。嗨，然后 ，Mag on， 它有两个引擎要 on 哎，对 ，OK， 两个 Mag 都 on， 然后 Start， 先一边，再另外一边 ，OK OK， 移动移动喽，移动各位喽，哎，来准备引擎加速，按一下，哎，不是冲太快，不是冲太快，引擎加速，哇，抓，哦，两个一起飞，一起飞飞。哇，这个比较好爬升的。反正你速度不够快啊。对，速度要够快才可以拉。哇，你上来了吗？我拉上来了。靠近一点。再快一点。哇，我坠机了，我掉下来了。啊！机长不见了。飞机。哎，大家转弯去城市喽。好。OK。冲啊！城市是往左还往右？往右。好，注意自己的身力。好的，我要摔下来了。对，往右。往右吗？往右吗？我记错了。往右。我要往左，谁跟我一起往左啊？羽毛给我一个左右无分嘞。左边会到海。怎么切他的视角 ？F 往右。F 往右。哇，又往下坠了。哇，我的飞机不要啊，发生什么事了？差一点呢，我人下坠了，我飞机自己往前飞走了。啊，按照序幕哦。我觉得我追得到我的飞机。你们在哪？你们人在哪？我要沉到海里了。很难沉住。不是，我的飞机自己飞得比我还好。哈哈哈哈哈！还有生力啊！我可以用看第一人称吗？可以啊。我第一人称好难啊！
真笑话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这谁的飞机啊？白色的是谁？我的，我的。小白，我来了，我成功接回来我的飞机。小白，我来了，你等我一下，小白。我不知道怎么飞，我要去哪里？我飞出城市外了，我要转回去。哎，我逛回机场了。对啊，我看到你回机场。好。我还在城市飞哦，有人要来看吗？好，我来找乌鸡哥。我想回城市 啊！我们今天最强最强的目标就是飞进地下道里面，怎么样？哇！到哪？乌鸡看到你了，乌鸡看到你了。哦，我来尬飞机啊！我们从都市中间穿过去好不好？哪里哪里？这里，来啊，来尬啊！现在要大转弯。这样子好了，大家先坠机，然后我们来那个，我们先规划路线。我们重新又就位好了。刚刚想说，我们先规划一个路线。等一下的路线呢，就是这条跑道啊，直直的往前跑，撸到最前面。前面你会在左侧看到一个大城市，对，那个城市呢，往左边撸进去。我们要从方块哦，从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穿梭穿进去。然后呢，穿梭到最底部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海港都市。在海港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在那个地方降落。然后我们这一次这个任务啊，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至少在过程中来一个360度反转才成功 ，OK 吗？哇，好，那这样子理解之后，大家按你们的 U 打开你们的。哎、欸，等一下，阿力的飞机嘞？就他妈的！你在最前面啊！不要，快一点，快一点！第一个啊！对啊，飞机不要卡我！小白机，是小白机，装，我先讲。走，快，给我装啊！好，大家引擎开动，相当啊！骗你，等一下，来不及啊，没关系，按刹车就好了。OK， 我好了，仪表板装了吗？啊，不用了啦，那个啊，好，引擎发动 ，start， 左侧引擎，右侧引擎，两个都按。OK， 我再看一遍，撸的差不多。然后加速，结束喽！可以起飞啦！小白，借过一下你的翅膀，你往左一点好不好？小白，好，左，小白左，有了。OK， 加速，升力，往上拉。OK，nice，我的飞机，我快追回去，我追回去 ，nice， 等一下，上面那一排绿色的，有，马上就坠机哦，我怎么又是最快啊？哎，等一下，我刚往下降那个升力不够，真的，升力，提升，左转，我往下降了，不行。我的身力拉上了，视角为什么又歪掉了？有了，拉上来了，可以拉上来了。哇，坠机完毕，谁别人？好，拉回来了。等一下，那个身力好难，大科技好难拉哦，很难拉，要提早超多的。大科技好难拉哦，我拉过来了，有隧道哎、欸，冲啊！再通过一栋大楼。我其实不确定我飞对了吗？对，我飞对了。OK， 上来了。OK， 好高啊！大家拉起来，可能还要保持一点升力。360度，我来了！升力！OK， 我们中间至少一个360吧。有，我360成功了，耶！你保护了，飞过头了，我可能要从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地方降落。我以为我钻得进去。哦，我现在飞得有点高。哇，这里是哪里啊？有。哎，哇，好那个。团团都往下。好，等一下，我团团要降回来了。我降落了，成功了。哇，你是坠机吧？团团，你这是坠机吧？哎，遥，但你速度太快了。我拉起来了。我在拉的很妙哎。团团，你这个羊角是不是有点有点太高了？你这羊角是不是要坠机的节奏了？不要团团！有人成功吗？坠海，飞机失事了啊！飞机要撞船了啊！
我刚刚有触地，但是跑道不够长，撞到前面了。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没有人成功哦。我有转365，但是没降落啊。我看到这里有一大堆残骸。我中间要过去的时候，整个失败、欸。哇，好难啊！我们换另外一台飞机试试看，总共有四台，刚刚是大客机，比较难操作一点嘛，它整个吨位比较大一点。对，我刚刚想，你们有穿过那个房子跟房子之间吗？有，第二个我有。我这个失败了，这个哎、欸，你是说这个吗？就是两个大，对我有穿过。哇，真的假的？好猛啊！请看看我的飞机残骸在这里，请帮我找到啊，你的引擎。对，哇，飞过去的时候 ，IP 整个爆掉。好，我们还剩下两个嘛，对不对？希望接下来是比较好操作一点，有没有比较好操作的机啊？所以我觉得新手机是最好操纵了、啊。真的吗？真的假的？它速度慢嘛，够难的、欸。我还是去骑摩托车好了。啊、再来下一台飞机是什么？嗯，你要小客机吗？小客机吧。我刚刚开的那一台是大客机，好，小客机试试看好了，好不好？好，右上角这个。看起来像是轻航机的 feel， 嗯，买个色好了，最喜欢的哦，那我一样蓝色。我先飞过去我那个地方，蓝的，这样子大家 TP 我比较快。好，会不会是夜晚天色太黑，所以大家跑不了？哦，有夜盲症，我们蓝线不了。哇，天哪，我的眼睛好亮啊！好棒啊！真的会比较好，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吧？对不对？应该，那这样子没问题就好了。希望大家不要坠机哦。好，哇！耶！摆上你们的轻航机。好，好小台哦，这台应该比较好操控。嗯，哦，好高追。这好像可以在水上，就是你懂吗？啊，在水上降落的那种飞机，很像，很像。就高追，这个哦，也是两个。这感觉就是富豪会在家里。自己有的飞机啊，私人买一台，对对对，好像要买吧。配色，配色，完成。然后仪表板、欸、不用了啦，直接开了啦，也没在看的、啊，真的、哦。好了吧，各位，上飞机了，再装一次、哦。路线一模一样，我好像坐到副驾了，等一下。好。主驾哦，没呢、哦，这样子 OK 吗？真的可以？打开你们的仪表板吗？好，那个按，好，打到，追 Loki， 追 Loki， 追追追追追追 Loki， 追 Loki， 追 Loki， 来，引擎加速，加速、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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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加速加速加速，速度速度速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拜托！速度，感受，有速度，有速度，有了，有了，起来了，加速 ！OK， 升力提升，哇哇，打雷了 ！OK， 记得要左转哦，各位。好，升力再高一点点好了。OK， 把升力放下，哇，没力了，哇。所以有人往下坠，有人往下坠，没有，直接意外，没有，不要 ，no， OK， 我还没有进去耶，他的左右转好快哦，哦，真的，刚刚听起来差很多，真的，舒服，我会开飞机了，好棒哦，都回那句话，飞台好简单哦，我要360度了，哎，等一下。哇！冒险冒险，坠掉了！哦，拉不起来耶！哎呦，好难哦！我要再一台，我要再一台！我飞到荒郊野外了！哎呀，为什么拉不起来？再回来！我目前都是看不到东西，完了，副机仔也看不到。你怎么睁开你的眼睛啊？哇，不行啊，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眼。No， 往前走应该是对的啦。好，我降速，降速，吓死我了。没有，我自己降速，我自己降速。哦，现在到一片海洋。降速，我真的要废话。有了，有看到船了，有了，在前面，在前面，有，该往下了，往左一点，然后往下。Nice， nice。
我被直接插上去。Shut the fuck up, shut the fuck up. 马萨嘎，哇！你得到四分，耶！天哪，你早一点的话可以啦。好难哦，就是因为他读取的速度太慢了，你看不到那个，你看到来不及这样，就来不及把飞机弄到完整的状态。我们是要最后一台，对不对？最后一台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起飞了，好不好？好，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在这里降落，我们在这边起飞。那最后一台的零件呢？是不是在好像在那边哦？对，再把它搬过来。谁过去复制一份？好 ，TP 过来。我过去，我过去。哦，看到还有一台在飞哦。哎呦，有机会哦。哦，悟性还在空中哦。悟性。哦哦哦，悟性，听，悟性砸枪，悟性砸枪，悟性砸枪，刹不住，刹不住，悟性。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成为了深海的宝藏，八分，我给这个跳水八分。那怎么刹？我刹不住呢。真的。You are my soul. I want your soul.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今天的最后一台飞机，我们这次飞回城市里面，哦不，飞回飞机场里面降落，应该是不太会有问题啊。看样子这种小地方降落真的是太难了。哦，嗯，来喽，最后一台，这一台是 PZL P11，这是战斗机的名字吧 ？Yes，、哦、是啊，哦，好酷啊、哦！哇哇哇！我弄反啦！哇，他的引擎好帅哦！这可以装机枪吗？这个是只有一人坐。喂，他两颗轮子，只有一人坐，真的哎！算了，你要自己用，我要换一个椅子。我们来换一个黑色，好不好 ？Darkness， 好 Dark， 帅气帅气帅气，完成。哦，螺旋桨超大。真的好美哦，而且看起来好像黑曜石。嗯，好了吗，各位？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降落，我们从这里起飞。好了，就坐上去喽。仪表板用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意思意思。已经放弃了。已经放弃了吗？我意思意思装个了，好好，这样看起来好来喽，坐上去喽。各位，好了吗？嗯哼。我决定把这个视野用近一点，这样可能会读取的比较快。希望好来喽，打开你们的面板。哎、欸、，on， start， 我的声音，那个声音，好像一样、欸，久一点。哦，久一点。看，引擎马力很大哦。哦，哎呦，卡住了，是不是卡住了？小白呀、啊，为什么飞不太起来？有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小白动不了，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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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它，马力很大的飞机哦，这台好好控哦，战斗机啊，这台好好控哦，哎，我觉得这台好控哎，生力很强，真的生力好强哦，哎，对你发现这台飞机它没有 Y 跟 H 的功能。对耶！哦、oh. ，好控太多了啦！我要再弄一机。来哦，去飞机场下降。好，来一个360吧，各位。真的吗？好，我后面来一个360。哇，这个转的有点慢。对对对，转的有点慢，这是不是转不回来了？能成功吗？转不回来了！哇，有了，转回来了，耶！我转回来了，转太多，转太多，拉回来。OK， 各位降落了，我要降落了，找地方降落，要在轨道上面降落哦，各位。哇，好，要拟真，要拟真啊，各位。好好好，我要拉回来，先拉过去。我的飞机过热爆掉了，哇，哦，会过热 ，OK OK， 好，不要急，叫引擎。来，哇，已经过了轨道了，我要绕一圈，我也要绕一小圈。请不能够过热，我不想变小白那样子。我喜欢，我要绕一大圈呢。转一个弯，很美，很美，很美。
起不来，很漂亮，很漂亮，哇，这个弯，这个弯 ，OK， 减速，味道还不够，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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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飞起来，飞起来，减速，正在飞，正在飞，哇，哇，刹车是很安静，逼吗？逼逼。OK， 减速减速，往上拉一下，减速，成功了，降落成功了，哇，哇，哇，呀，我要开进小地方了，我也成功了，哇，真的成功了，哇，耶。你们在哪儿？对啊，你们在哪里啊？跑道的一侧，我已经停飞机了。你们停在哪里啊？我知道不用开始领箱子的地方。哦，好好，好那我那我开过去那边。那边是哪里？哎、欸，我看到羽毛了。哎，我觉得这一台可以挑战看看那个、欸，好不好？我们这台挑战看看那个啊。就是刚刚不可能的任务，怎么样，各位？感觉是可以。我刚刚下坠的时候，那马上拉起来，可是我两个轮胎碰到地板，它两个爆掉了，速度还是太快了。好啊，好啊，那我们这台试试看那个今天的最后的 bonus， 我们刚刚成功降落的有我跟欧星两个人，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没有任何人到达海港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觉得这台飞机还蛮好操控的，搞不好有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后六个人。就要来尝试最后一次的机会，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登陆上去。好，好了吗，各位？打开你们的仪表板，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开飞机了。Make on， 打到哦！发，帅气，帅气，帅气！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引擎啊！有了。OK， 好，往前拉，往前拉！哇，速度太快，它会那个哎、欸。对，会。说会太早升空，开始往上拉，开始往上拉，有了，上拉了，漂亮，漂亮，漂亮。刚刚那个路线在哪？应该是这里吧。把中间那个有旗子的那个房子，稍微往上一点点。看到了，哇，这台的升空真的好高哦。对，你会一直要往下。哼。路都低飞哎、欸，我没有办法飞起来啊！为什么？哇！啊，累了。咚。速度给它降一下好了。好像看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速度给它降一下好了。来哦！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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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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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要拜拜了！哇，五星！哇，差一点，我要再绕一圈了。这样算成功吗？哇，我掉水，哎、欸，水里又飞起来、啊，爆炸了。啊，差一点。哇，可恶，过头了。哎、欸、哎、欸，木星缺一脚。哇，木星的轮胎。哎、欸，少一个轮胎而已，没什么大不了。起码没有爆炸。哇，停下来了。哇！我已经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军事法庭的位置往那个地方走，然后把它修好。喂，今天这里 MSL 偷了个暗道子，懂吗？今天的真实飞机模组，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啊，留留看你们对这个模组啊，还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玩法，也可以留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See you guys， 拜拜拜拜。Bye bye